小行星2023 PQ 即将到访地球。JLINSCER 报道，小行星2023 PQ 会于2023年8月14日上午11时20分和地球擦身而过，它和地球最近的距离会是730364千米，它的直径是61米，它会是2023年8月份以最近距离掠过地球的小行星。